马宝的朋友，大家好！这个月十九号，希望大家出来投票，投三号的候选人，希望联盟的邓宏斌。邓宏斌是马宝人，中学毕业了去新沙读大学，大学毕业了就参加会计服务人民。2013年。大选一去高雄，就就赢完了。2018年，会计给派去事故来，也是就就赢完。过后一个州的部长，过 MCO COVID 的时阵，洪斌呢去了，虽然是理想，伊个是本地本无做工的人民。啊！小户徛过来消毒的，这种会是希望一路来个外地服务的方便，伊使转来家己的故乡，转来马埔帮马埔人做事，希望马埔人伊使帮忙支持小上骨力做事的方便，可以。伊使为家己家乡出力，请大家甲方便做务，顾好目睭的区，头西门，听着伊使。